10月1号时间嚟到下昼4:08，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期嘅健康大数据。系啦，喺电话嗰边依然有听众朋友好熟悉嘅我哋嘅趙博士。每个星期二嘅下昼咧，趙博士都会为我哋大家带嚟一啲相关于我哋健康嘅数据。系啦，嗱，我哋按语啊，我哋广东话里面咧有意识同埋知识呢两个单词。意识同埋知识系表达紧嘅完全两种唔同嘅概念啊。知识咧，我哋可以用英文 knowledge 嚟解释吓，就系你嘅由细到大学习过程当中所赋予你对于事物的一些认知，这些叫做知识。意识呢就跟知识有着不同的地方了，这个概念呢就完全不同了。趙博士今天想带我们的数据呢就关乎意识和知识之间的。究竟这两者对我的健康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时间交给趙博士。其实揀出这些题目呢都不易的。因为呢有很多人他们会想我是需要 我需要知道所有东西关于一种病，那我就等于会健康了。那你想想这个其实就是知识。因为当你懂所有东西知道所有东西的时候，那就应该很健康。但是如果你没有个意识去怎样处理它呢，那这个反而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读了回来的东西未必用得到。我想问 Rainy， 你有没有遇过的人呢是知识很丰富但是意识很低的？有啊，有啊，其实有啊。知识好丰富，我哋可以将佢譬如话啲学历非常高嘅，佢对于一啲专业知识嘅储备，我觉得係好高㗎啦，好多㗎啦，同埋。但佢嘅意识好低呢，就证明例如佢可以从佢嘅一啲行为举止里面可以睇到出嚟。譬如话佢係一个安静嘅空间里面，佢突然之间可能会好大声咁讲嘢。咁呢个时候呢佢等于佢缺少咗一种唔好去影响他人嘅意识。而呢样嘢同佢嘅知识储备究竟系咪一个好高学历嘅人呢，系冇必然嘅关系嘅。因为佢未必因为佢嘅知识好高储备好多就可以替人哋着想，就可以体会到人哋嘅感受，去照顾人哋嘅感受，呢、这个就唔系一个一定之规嚟嘅，就未必系咁样嘅。冇错啦。咁亦都有冇遇过一啲人咧，系佢个即系佢 feel 到你，佢感觉到你嗰啲嘢，但系咧好高噶，佢个能力去有呢、这个意识咧系100分嘅，但系咧佢反而知识咧。他知道的东西很少，又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我又举个例子当其时年纪细细的时候就读大学，就还有些坏习惯在身上，因为我们做戏剧做拍戏这些，有时候会吃回几口烟的，后生的时候现在直头很少了。那时候就在路上我很深刻的印象，我遇到过一个无家可归者，就是我们俗称的乞衣。我见到他在地下执啲烟头，我就给了一支给他。他呢就很充满了一些感恩的眼神。我给完他之后我就扯，我就走了去路边就巴士站等着架车。咁啱得咁巧就呢个时候呢，因为佢係一个嗰、那个係个大型嘅商场门口嚟。咁嗰位无家可归者呢，佢就
在路边好 enjoy 咁吓啊，吸咗两啖。就今晚呢个时候，个 supermarket 里面咧，就有一个推住 B B 车嘅女性，手里面推住架 B B 车啊，右手咧仲抱住一个，咁就由个 supermarket 向佢个方向行经，即可能有少少自有少少意识嘅人都可以知道，佢一定会经过佢嘅身边。而嗰陣時咧，嗰位無家可歸者正喺度享受緊我俾佢嗰支佢覺得好感恩、難能可貴嘅一支完整嘅香煙。咁但我見到嘅咧就係、是、佢當佢離開嗰、那個嗰位女性，但係佢仲有幾十尺嘅時候，佢已經意識到呢位女性抱住細路哥推住嬰兒車嘅女性一定會經過佢嘅身邊，佢就將手裡面嗰一支我俾佢嘅香煙。只不过吸咗一两啖啫，佢即刻咧就熄灭咗，摆地下就熄灭咗。嗯，咁、那个女性经过佢身边啦，咁但系咧佢已经嗰支烟已经冇得再食噶啦，因为已经整到变晒形噶啦，都已经踩到变晒嘅。咁然之后咧，我当时系觉得佢呢个行为举止系好瞪人着想嘅，佢未必系一个好高学历嘅人，但系。佢可以有一種意識，就叫做為他人著想。佢會理解他人嘅感受。佢有一種無需要提醒嘅自覺喺佢嘅身上。於是乎咧，我又由個巴士站度離開，我又俾多支佢，因為我覺得佢值得咯。係，所以我就覺得有陣時可能佢嘅知識儲備未必有咁高，但係一個人佢嘅善良嘅品性。佢系可以等人着想嘅嗰种无需提醒嘅自觉，呢一啲可能系一啲天赋嚟嘅，所以我都、即系呢件事对我影响都几深远吓，我到而家都记得好清楚当时嘅情景，所以我就话有阵时一个人嘅知识未必咁高，但系佢嘅意识可以好强，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有你同我倾偈咧啊，做访问咧，倾偈咧。好难嘅，因为有时我太多知识要俾到大家嘛，你要知咁多嘢，要塞咁多嘢落去，咁何来有时间去一齐沟通咧？但系今日呢个 topic 咧就啱啱好啦，因为咧呢样嘢系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咁重要嘅事嘅，就系嗰个 awareness 对于一种病，其实我哋所有人你当系车辘咁就差唔多噶啦。啲车辘新嘅时候咧，就冇乜嘢烂嘅。哇，真系好犀利喎！啲车辘点样掟弯都唔爆嘅。但系当啲车辘用得耐咧，啊，开始干啦，有机会有裂痕，有机会爆。咁爆唔爆，同埋爆成点，同埋之后个车会唔会炒咗成部嘢，要换要整几多，整几贵，就好睇你喺嗰个情况里边，譬如你出 trip。知道要揸長途嘅，啊 check 下啲車胎都好喎，係咪？你唔 check 嘅時候，咁就會有一個問題啦，出現啦，咁就話踩到釘啊，或者點樣啊，佢勞損到咁上下。但我哋有冇用到呢個意識啊？就係我哋人都係好似啲車胎咁，後生嘅時候咧冇穿到爛嘅，但係去到某個地步咧，每個人都有啲穿同埋有啲爛。不過我哋可唔可以令到嗰個情況冇咁叫做一次過咧咁多樣嘢一齊煮埋嚟啫？啊，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我唔知道呢個病所有啲知識嘅時候，咁我咪唔會有嗰種病咯。天跌落嚟，真係當被冚咪得咯。但係當個天跌落嚟，一次過樣樣都爛嘅時候咧。就發覺哇，原來咁貴喎！原來咧，去到醫嘅時候咧，冇乜人識得醫嘅喎。咁我哋攞一種病出嚟噏下啦，就其中一種病咧，就搞咗我哋人類好耐嘅，叫痛風啊。埃及咧嗰陣時做啲木乃伊咧，都已經見到佢嗰啲痛風程度喺腳趾度啊，包木乃伊都見到，即係話存咗好耐啦。咁而好多人以为即系痛风，我食少啲肉咪得咯。
原來呢喝汽水都可以喝到痛風回來。哇，今天知識知識啊，答夠了，原來汽水都有，汽水都會的嗎？跟住你睇翻啲數據，大健康大數據就發覺好多人飲汽水會嘅。咁係咪因為水有氣啊？原來發覺唔係啲水有氣，係啲水咧裏邊有隻叫做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呢隻果糖濃縮咗嘅果糖咧，唔知點解咧食生果嘅果咧又唔會令到佢咁，但係濃縮果糖咧。就有一個很高很高的 chance 去刺激這件事。下一次呢再有這些情況出現呢，就除了埃及呢就是羅馬，羅馬很多人痛風的、哦、那你說是不是又是吃肉啊，這樣因為真的很多人說吃少些肉吃少些內臟就少些痛風。當你發覺不是的時候呢，是要靠你的意識呢去說，如果真的只是这样，所有食肉的人都会有痛风，又不见所有人有，或者痛风就在你的右脚趾，又不在你左脚趾弓那里，为什么会这样的，真的值得可问一问。这个要靠意识的了，不可以靠知识，知道多少都没用，为什么左和右脚不一样，是不是？你继续追下去就发现了罗马那些人，他们中原毒，而历史又找出来就是中原毒是可以令到，或者有原的接触是可以令到你本来没有痛风都变成有的。哇，那又是跟食肉没关。当然食肉有些关，因为有一种叫 purine 在里面，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个个食肉都有 purine 的问题，同埋唔系有痛风嘅人次次食亲 purine 都会搞成咁，即系冇话定咗啊你有痛风嘅。每一次咧，你去到呢一个 level 度咧，即系明明写住60 miles per hour， 你一揸到80咧，就一定会俾警察拉噶啦，唔一定噶，因为嗱点解唔一定啫？佢只要喺上边望住你边个快到咁上下就得，就系、是、有个。有條例 pass 咗就話，一定要個警察拉埋你個親人喺度，唔可以淨係靠機器睇嘅。咁啊，所以變咗有個咁嘅情況。當你明白咗情況，可以改變嗰個 result 時，你就會話點解去到某個 level 嘅 purine 咧，你竟然可以冇痛風出現咧？咁呢度咧就係同條腸有關啦。啊，咁所以你可能。就快要嚟啦，系廣告噶啦。但系條腸有關咧，呢、這個又係又咗多咗個意識咧，你就要照顧下條腸啦。嗯 ，OK， 好，唔該曬趙博士，我哋稍事唞一唞嚇，廣告之後繼續翻嚟健康大數據。世纪游轮最佳中国游，秋天的童话，长沙、张家界、苗族村寨、凤凰古城、长江三峡、重庆、成都十五天，11月20日出发，带俾你一场童话般浪漫嘅旅程。世纪游轮金秋豪华美食团带你品尝大闸蟹、上海本帮菜、苏州平潭宴、重庆火锅。11月18日保证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游轮阳台房，餐费同门票每人仅2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最近利息加咗，楼市回落翻，系咪入市嘅好时机呢？梗系要把握机会啦！而家喺 L Group 有全新独立6600尺三房两厕，系九分学区，都系55万起咋！咁笋投资自住都好、啊，有冇得去睇下？快啲揾 Anna 黄安娜安排睇楼啦 ！Anna 办事快捷妥当，我上次买楼都系揾佢噶。Anna 电话916-613-4900，916-613-4900，916-613-4900。喺美雅医疗集团，你嘅健康系第一位。我哋260多名医生组成嘅网络，喺三藩市同圣马刁县嘅不同便利地点为你服务。我哋了解你可能对医疗保健服务有疑问，美雅医疗拥有专门嘅会员关系团队嚟帮助回答你嘅问题。无论系寻找适合嘅医生，或者为你嘅健康提供正确嘅护理，我哋嘅会员关系代表都会为你提供帮助。请致电415-590-7418，选择适合你嘅医生网络，选择美雅医疗集团。
香港小馆老店风采重新装修，港式烧腊远近全扬，新潮菜式反应热烈，让我哋继续以至诚至真嘅服务同品质，恭候食家光临。香港小馆喺 Palo Alto 3691 El Camino Real， 电话650-251-9062。咦，你喺手机睇咩啊？正电视 YouTube 每日嘅新闻啊！星岛而家每日下昼六点都会有最新最快嘅国际、美国同湾区本土消息，你仲可以留言互动、打赏主播添啊！咁啊，我都即刻 follow YouTube 星电视同星电视新闻频道啦！睇星电视新闻频道，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24翻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健康大数据，我哋继续将时间交俾赵博士嘅。啊，我哋头先啱啱就讲起，即系条肠有关。咁就條腸有關咧，就可以幫到我哋。雖然食咗好多有嘌呤嘅肉咧，嘌呤啊，咁就可以咧化咗呢一樣嘢。但係咧就困擾咗我哋歷史好耐。如果我哋有知識咧，只係知道好多樣嘢啫。但係我哋有意識就話唔係嘅，冇理由羅馬又有痛風。而家知道啦，用你啲意識去揾。多啲知識啊嘛，唔放棄，咁就可以揾到，大家可以查下嘅，就係揾到咧呢個同鉛有關，對於痛風啦。咁呢樣嘢好重要嘅，因為你個人如果經歷緊一種病啊，經歷緊一樣，你唔知清楚咧，其實你真係攞嚟搞嘅啫。咁好啦，如果你去揾到呢個嘌呤咧，係可以咁乜嘢可以化到啲嘌呤咧？就係啲益生菌，既然可以咧，令到當有益生菌就會令到條腸好，條腸好咧就會令到你減低平時有痛風嘅flare up。如果嗰次情況係同鉛冇關啊，如果同鉛有關咧，咁要處理啲鉛啦。但係如果同條腸有關啊，因為唔係你去唔去廁所嘅問題，唔係有幾密嘅問題，唔係單字嗰個問題。你去唔去廁所都會噶啦，食得多就屙得多，係咪都聽過呢句啦？咁變咗，但係你屙啲乜嘢出嚟先重要？你臨去變成嗰啲係糞便嘅之前係乜嘢咧？就係、是、你做唔到啲乜嘅，你可以做啲咩咧？就係、是、改擺啲咩個口度啫。啊，食少啲肉啦，食少啲內臟啊，又唔見個個食內臟有。如果唔係呢個世界冇人食內臟啊。咁同埋仲有你自己唔食得內臟，但係間中又食咗喎。哎呀，好彩冇痛風，點解嗰次冇？有一次又有啊！明明嗰次唔係食得點犀利，有一次仲犀利好多啦。點解一次有，一次冇？一次我食多啲嘅時候，食多啲，曳啲又冇。但係當我乖乖地食少少就有。啊，原來係啲菌作怪，啲益生菌咧喺條腸裏邊同你化解咗，你都不知不覺唔知道原來係。唔關你事，係關你啲益生菌事。咁益生菌咧，某幾品種咧，係可以令到啲嘌呤咧，可以變成尿酸嗰樣嘢咧，佢可以令到佢 break down 佢好啲。但係點乜知你原來嗰次唔係淨係咁啊？你啲益生菌冇乜嘢，因為食緊嘅原來。但係你嗰次飲咗酒，因為有喜事。飲酒又係會令到一個人咧嗰個尿酸加高噶。哎呀，原來破咗，即係你破咗個陣，你本來有個陣喺度擺好咗喺個腸度，因為食緊啲益生菌，但係破陣就係走去咧飲咗酒。咁呢個又係你要用你啲意識嚟幫助你啲知識。因為你知道唔係咁噶嘛，你知道曬呢啲嘢，但係你要用一定要靠意識就話唔係喎，今次有啲問題喎，係咪啊？咁呢個咧就係知識同意識咧，意識咧嗰個分別啦，
咁然後就去到醫病啦，就係、是、你可唔可以能夠知道，即係我就撈咗醫識落去，就係、是、醫唔醫到嗰個情況啊？係咪 treat 到嗰樣嘢？就係、是、睇下你知唔知道個 cause 點解佢會咁樣？點解有次會唔同？仲有啊，就係翻翻個車胎嗰樣嘢啦。我哋一路一路老緊，一路一路壞緊。咁如果我哋發現咗啊，原來咧搬重嘢咧，去到某個歲數、某一次數，跟住咧就會哇腰痛嘅，唔得啦，唔得啦。咁好啦，去睇啦。咁就教你，通常都會教埋你咧，除咗去處理啊，有啲人食止痛啊，佢會教你就係、是、啊，原來咧個姿勢做得唔啱，咁你就學咗嗰樣嘢啦。呢個就係、是、啊有咗嗰個知識喺度啦。咁但係咧，你有冇個意識喺度咧？就係、是、原來拎輕嘢咧。都是跟那個個身體的位置，因為壞緊嘛，壞緊咧就唔一定重嘢就會整親，因為整親咗啦嘛，咁所以未好翻曬啊嘛。但係嗰次因為你走去食咗啲止痛藥，食咗一段時期，而某啲藥咧係會令到有痛風多咗嘅，因為佢影響咗你排毒功能啊，排邊度咧影響個 kidney 咧都會嘅。有啲藥咧係會令到多咗啊尿酸嘅，咁所以變成咗你而家今次唔單止腰痛，亦都唔知點解，仲有埋痛風，因為食緊嗰只藥。但係你腰痛上次已經處理咗啦，去捽咗去睇咗啦，打針做曬嘢啦，今次又腰痛，你冇拎到任何嘢喎。係啊，因為喺個意識裏邊咧。你不知道原來咧，你拎夾啊，拎嗰啲嘢，你成個身體揈佢過去，即係你根本上唔係坐緊喺張凳度，你坐緊落自己上邊啊！你知道啦，如果挨曬落去，唔用個腰，唔用個身體，就坐落自己坐落自己度搬嘢嘅時候咧，啊拎住啲嘢咧，唔係真係拎緊嘢，你唔係拎緊嘢，你係攞啲嘢吊住喺你啲骨頭嗰度上邊，跟住拎住個袋，但你唔係拎緊噶，係佢吊住喺你身上，所以。吊到你歪咗，吊到你彎咗，吊到你屈咗，咁所以變咗咁。咁今日我就撈咗 pain 同埋 gout， 即係 gout 都係 pain 啦 ，gout 就係痛風啦，痛風都係痛嘅。咁所以就哇，搞到自己周身骨痛啦。嗯 ，OK， 好，唔該曬，趙博士。而家時間係啱啱好搭半，我哋去一去廣告先。廣告之後翻嚟，繼續請趙博士同我哋講一講意識、知識對我哋健康影響。一間見，時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島中文電台，你現正收聽嘅係。星島中文電台粵語台 Sanangelo 健威櫥櫃建材全面裝修，最新概念設計陳列室，最先進 AI 創意設計櫥櫃，過百款石英石、花崗石台面，不同款式的瓷磚、地板、浴室設備，超級優惠，專業私人設計，為你輕鬆打造夢想中的家，住得更舒適。建位地址 Sanangelo William Street 2048号，电话510-895-8182 510-895-8182。大家留意，请对号入座。第一，如果你是中老年人；第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血管阻塞等疾病；第三，已经中了风、行动不便的人。咁你就应该选择畅销品牌纯天然的美国心脑血管素啦，通血管、降血丝，增强心脏、大脑供血供氧，彻底避免中风和心肌梗塞的发生。心脑血管素俾你健康长寿，一个电话，送货到屋，415-990-4468-990-4468。Relax Care 房门服务荃湾区，有15年专业经验，专门安装维修各类车房门同马达，快捷稳妥。电话415-933-7173，415-933-7173。
7173。寻找动人全员编织美丽童话。2024年星岛亲善小姐竞选，如果你年满15岁、未婚、有合法身份，并自信自己合乎亲善美丽标准，星岛日报娱乐版下一位封面佳丽可能就是你。我们参加了星岛亲善小姐选举，在参与很多不同社区活动的时候，不但在谈吐、仪态、文化交流等获得学习机会，更增添了自信和舞台经验，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成为星岛亲善小姐，更是一次发现自我的难忘旅程。欢迎你们也来参加这个美丽的成长之旅。星岛亲善小姐奖品包括3000元奖学金、每月优胜者奖品、即式婚纱摄影、人像摄影服务。参加办法详情，请参阅星岛日报。2024年星岛亲善小姐竞选，主办星岛日报。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34翻返嚟今日第三节的健康大数据，有请赵博士。为什么我今日拣痛风呢样嘢喺个意识同埋知识个方面？因为我哋實在知好多關於痛風，但係我哋未必意念到啊幾難，因為咧一有痛風就幾痛下噶啊，尿酸插住咗咧，即係俾人插住咗，自己喺裏邊插住咗嗰個情況咧啊，留意一下我講咗幾多次插住咗啊，拮住咗咧就你會好想話，哎呀點搞啊，快啲幫我搞掂佢，冇得搞噶，因為你要等佢過啊，但係如果你話，有冇得搞得衰啲有，可以搞衰佢啊？譬如擺個熱袋喺度啊，咁已經痛啦，咁啊再痛多啲咯。你係需要時間，你需要減低嗰、那個嗰啲咁痛嘅情況，因為真係插咗條神經線，如果唔係都唔會咁犀利啦。唉，嗰、那個腳趾弓真係好慘，因為又要行喺上邊又要做。咁有啲人就傳説咗就話係、哎、有錢人病先有嘅啫。你平時冇錢點會？呢個係錯嘅，因為冇錢嘅人咧，一樣係會食內臟，一樣會食嗰啲，一樣係會有呢、這個尿酸加高。咁你可能諗住佢食得少又做得多就會冇事，佢反而調翻轉就可能會關節，因為如果要搬搬抬抬，再加又冇錢，再加又食啲肉嘅 quality 嘅質素冇咁好時候咧，咁就會相比起嚟會係好辛苦，咁所以我哋要由一個醫嘅角度咧，我哋唔可以當嗰個病者嗰個天跌落嚟就當屁咁，求其啦，冇嘢啦，因為對佢嚟講咧係好有嘢，好嚴重，而我哋要成日諗完又再翻去諗翻，又諗翻又話，哎呀，唔知嗰下裏邊可唔可以做好啲咧？有冇錯失到某啲機會咧？咁呢個係完全靠曬意識嘅，因為知識已經話俾你聽，嗱，知道係咁多啦，咁就算數啦。但係佢想揾到個答案咧，喺佢食嘅嘢，喺佢用嘅嘢，嚟點下一次啊，又再好啲，但係下一次個車胎一路老緊，個人一路壞緊，每一次都壞得越嚟越犀利。咁有啲乜嘢係不停令到我哋係？不可以向前，不停要在那個情況轉圈，跟住又諗翻轉頭，又要諗翻嗰個情況。啊，有冇飲到酒啊？條腸啊點樣啊？仲有多個 data 大數據就係食啲咧有酸性嘅嘢，維他命 C 啊，既然可以令到你小便多啲嘅，通常係咁啦。所以飲咖啡都係會令到嗰個情況好咗又好轉，但係咖啡咧，因為咧咖啡有熱氣啊，有炎症啊，咁就會長期嚟講差啲啊，亦都飲得多瞓唔到覺，所以變咗休息唔到，嗰啲痛風又差啲。但係叫做 immediate effect 咧，咖啡同埋維他命 C 一樣喎，就係會令到你好似即時好啲咁樣喎。咁嘅元素就因為會令佢小便，而小便咧
啊，小便是你唯一一种方法令到那个痛风去过得快一点，因为排走那些尿酸嘛。啊，原来知识呢是真的很丰富，但是没有意识呢去在那里想整件情况里面呢，你是会哇都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做不做，那有什么会成日有意识呢，会提升你的意识呢，哇，提升意识乜可以做呢样嘢咁啊？知识我哋知道可以读多啲书啊，但系意识提升咧 ，Rainy 有冇听过可以提升意识嘅？我觉得唯有经历先可以提升人嘅意识啦，即系等佢经历过，系嘛？真系啊！你无论你系病者定话医病嗰、那个，你如果愿意摆个心落去去谂翻转头啊！咁有啲人话乜咁烦噶，咁婆妈噶，谂翻转头就系乜嘢都谂转头。喺我嗰个歌里边嗰啲研究咧，即系声音研究咧，我发现咗咧，原来好多歌咧都会令到我哋谂翻转头噶。即系佢直情叫埋你谂转头，佢仲写埋喺度，究竟系事缘啦、事情啦、事童真啦，还是意外咧？咁你谂下呢个就 Beyond 93年嗰阵时《情人》里面讲啦，吓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咁啊，哇！你话原来真系会咁样噶，咁呢个唱呢首歌可以提升你啲意识咧，系因为通常啲人话都完咗咯。那段感情已經完咗啦，做乜仲翻諗翻佢咧？我哋唔需要繼續去揾個 root cause of the emotional suffering， 即係如果用英文，即係唔需要揾個根底去點解我哋分咗手啊？點解我哋個情況搞成咁啊？咁如果喺醫療嗰邊，我哋唔做呢樣嘢咧，咁啊次次都重複過，咁啊繼續咁樣搞落去嘅。我哋人類咧最犀利係真係有一班人咧。是真的他会想回转头的。你信不信呢？有些情呢是真的会想回转头，为什么是那时大家不 work 呢？啊，如果医学可以提升我们的意识，我们可以想回为什么今次那些痛风呢，为什么今次没事，吃那么多内脏，但是那次又那条肠好重要，嗰啲益生菌好重要。如果有事嘅，嗰啲维他命 C 好重要。你要知道几时用佢，嗰啲酒千祈唔好掂。跟住咧，你开始明白嗰个身体系点啦。但系如果食咗某啲药物落去咧，令到我哋个负荷大咗咧，就可以嘅。但系唔一定药物喎，因为连嗰啲高浓缩嘅 fructose 咧，呢叫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啊。咁你谂下，啊，果糖浓缩咗，但系喺粟米度嚟，粟米会令到有炎症，而果糖咁，但系点解果糖会浓缩咗会搞啲咁嘅嘢咧？佢令到你新陈代谢快咗 ，ATP 变成 AMP 就变成咗有呢、這个尿酸。哦，得啦，而家因为我哋唔放弃我哋嘅意识，我哋继续寻找落去，我哋而家可以揾埋。点解一样嘢会发生？究竟系点解？哦，点解我哋分开咗？因为嗰下里边，我唔识得珍惜你。咁呢个咪就系嗰首歌。咁而最得意喺个研究，因为我唔识睇中文字，大家都知噶啦。廿几年听我做访问，我都成日都会同人打个底。我唔识睇中文字噶，我唔识我啲主持，我都同佢讲，我唔好似你咁啊 ，Rainy。我话我唔识睇中文字，我唔识写中文字。咁你就。點解要講呢句咧？等你唔好寫中文俾我睇啊嘛！如果咪睇唔到，要揾份翻譯。咁就所以喺個研究裏面，大家冇諗過咧。如果我唱首中文歌，而度我啲細胞同度腦電波咧，個腦電波反應喺中文會犀利過喺英文度。呢個咧係好大嘅突破，就係唔通我。是真的一个中国人，唔通我无论我点样在美国大，点样做法，我点样去学咗咁多年英文，学咗咁多英文，唔通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会影响我多过
一首英文歌，哇，仲难读添，我都唔系咁讲嘢嘅。但系既然啲中文会咁，呢个系一个大突破，即系话如果我哋揾到我哋啲 emotional suffering、emotional trigger， 会令到我哋有 coping mechanism， 可能我哋有痛风同埋其他病咧。如果我哋可以摸索到嗰个位置。可能會在由一個心靈上面的醫治呢可以夾埋條腸，夾埋其實咁食啲好嘅益生菌，都係原來係會影響條腸嘅。哎呀，原來全部啲嘢都係楞住楞住楞住嘅。可能你去廣告係咪啊 ？OK， 好，唔該曬趙博士，稍事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最後一節嘅健康大數據。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连同星岛网络心机将推出由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的一连四集介绍粤港澳大湾区最新的吃喝玩乐情报，特色景点带大家穿越香港、澳门及江门大湾区三大城市，一起发掘不一样的旅游新体验。时间是9月25、27及10月2号、4号上午9点05分。同时，星电视 YouTube 频道、星电视 App 亦都将会在9月25及27号上午9点播出精彩视频，敬请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最近利息加咗，楼市回落翻，系咪入市嘅好时机呢？梗系要把握机会啦！而家喺 L Group 有全新独立屋，千六尺，三房两厕，系九分学区，都系55万起咋！咁笋，投资自住都好、啊，有冇得去睇下？快啲揾 Anna 黄安娜安排睇楼啦 ！Anna 办事快捷妥当，我上次买楼都系揾佢嘅。Anna 电话916-613-4900，916-613-4900，916-613-4900。理想生活要多点颜色，无论任何颜色、材料、价格，逢年都可以帮你。顾客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jinshomedecor.com， 预约喺店内或网上体验属于你嘅免费 3D 厨房设计服务，再配埋我哋代理各国名牌厨房浴室、家居产品，舒适生活由此起。欢迎光临屋邻南沙凡士 Santa Clara 湾区四间分店，专业团队为你服务。逢年家居建材，为美满家居添色彩。哇，呢度就系百灵园啦！呢度啲环境啊，山清水秀，背山面海，真系先人安息嘅风水宝地，仲可以保佑子孙事事顺利。就系唔知喺呢一度买幅地贵唔贵呢？重阳节期间，百灵园有重阳生前预购优惠，可高达40% 折扣优惠，仲有分期付款及其他回馈安排。查询电话：888-812-6613，888-812-6613。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哎，翻翻嚟我哋今日最后一节嘅健康大数据，我哋大概仲有十分钟嘅节目时间，继续将时间交俾赵博士啦。啊，所以我哋咧翻翻嚟，即系今日我混合呢个情人 Beyond 嗰首情人歌，再加上咧痛风意识知同埋知识呢样样嘢咧，你知唔知道喺知识里边咧有一样嘢会令到痛风咧加速嘅咧，就系唔饮水。哦，系饮多啲水要排走嗰啲尿酸啊嘛，但系如果你唔饮水咧。點排走啊？咁啊，變咗自己都乾曬時候咧，乾嗰下，那個乾嗰下乾到咧，即係你可能口唔乾，但係你個身體乾啊。咁個 concentration 一去到某個地步咧，喺某啲 trigger 裏邊咧，佢就會走出嚟嘅咯喎。咁你一走出嚟咧，一走出嚟就好難收得翻啦。咁但係，始終有個 trigger 嘅，即係你好啦，我口乾，我唔飲咁多水，但係有啲乜嘢會令到佢真係會出現呢？啊，你睇翻呢啲尿酸咧，你就會發現咗咧，如果有壓力就會啊，哇，原來壓力會嘅喎，咁所以壓力咧喺上個禮拜就講起，即係咪真係叫你放鬆就真係可以揾到個安靜，定話你放鬆咧其實係壓力嚟嘅咧？叫自己去做呢樣嘢，日食糖分嘅嘢又係會啦，咁所以變咗唔係淨係飄零啊，呢個好重要。
咁所以点提升我哋意识？意识点提升？就系、是、去听埋啲嘢，谂埋啲嘢，系重新再谂翻。嗱，其实唔系净系嗰一行是缘分嗰一行啊，你仲有咧是日是人是埲墙是寒冬，定话藏在眼内吓？咁啊，根本自己睇唔到嘅。哇 ！Beyond 嗰段又讲话吓，就系话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在那个研究里面就发现，当你去提升你意识，去唱一首歌，而那首歌是讲紧要提升意识，提升那个意识，因为他很不开心，在想紧这件事，还在那里。即有些人就说，哎，这些嘢感情的嘢，不要说，你不要用它来，这个不是首情歌来的，这首歌是可以提升你那个意识 level。不喜欢唱歌可以用另外一些，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就是你可以去开门，临开门之前呢，就一定要揸住个门柄的，揸住个门柄那一下呢，你不一定要拧那个门柄，或者拉个门柄，你总之是不用动的，你就摸住它，就发觉个门柄如果是铁做的，是冻的，几冻啊，几滑啊，是怎样的，不同门柄有不同感觉。跟住你就扭落去去开嗰个门柄时候咧，你就试下唔好开到门，由得佢整翻上嚟，闩翻，摆翻低个手。今次又再试多次，不过今次咧就可能用住个左手去同一时间托住嚟拉到门出嚟，又再唔好开佢，又再又感受下，谂下，停一停喺嗰度，谂下佢。真係叫做叫你去試下胡思亂想下，啊，如果開咗呢道門會係點？好啦，再下一次去開道門時候咧，今次又試下去開門咯喎。不過淨喺個腦裏邊諗開門之後，啲手腳唔好喐。再下一次就去開門嗰下，個手擺咗個門柄度，究竟係個左腳行先咧，定係個右腳行先咧？留意下對腳，邊只腳行先？留意咗之后，试下调转另外一只脚行先，又睇下有咩感觉。冇任何要求，冇任何需要，好似唱情人呢首歌咁样，你唔一定系要唱俾人听噶嘛，唔系一定唱歌就喺卡拉 OK 里面，系可以练习你个意识，你又感受到啲乜嘢喺呢一首歌里边咧？你又感受到你会系啊？点解会系咁咧？啊，点解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啊？原来我哋唱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系原来我哋对我啲细胞唱紧啊！因为我哋有几多次咧走去咧乱揿，即系乱揿掟自己吓，拎个箧去到机场度拎箧，梗系攰啦。哇！拎箧，成个箧揈，连个自己个人都揈埋过去，揈嗰下哦，劳损咗，车胎坏啊嘛，揈多几次就断噶啦，就系嗰次劳损啫，不过冇痛到，攰啫。之后哇，原来拎嘢就整亲条腰啦，系日积月累嚟噶嘛。咁所以当我哋唔理自己嗰下，我哋就系其实喺度杀咗自己细胞，令到啲细胞去劳损。咁而家你唱我不想留梯咧，你就用翻嗰个角度嚟唱俾自己啲细胞听，去同佢讲翻，其实我真系好需要你，我真系好需要，即系虽然我而家搞到啲嘌呤又高，嗰啲尿酸又咁样，因为我食咗啲嘢又唔饮，但我又饮咗酒，所以搞到佢偏高咗，又唔饮水饮酒，哎呀，仲食个西瓜添，所以西瓜就甜，我搞成你咁，对唔住。原谅我啦，即系呢个角度去做咧，你就可以用到呢个情人首歌啦。希望帮到大家。所以，当我哋 enjoy 紧一件事，同埋当我哋拣选咗一件事之后，我哋用 enjoy 嘅心情嚟到面对嘅话，
个效果系差好远嘅。同埋我哋若果系有一种对疾病又好，对健康嘅损坏程度又好，我哋有一种意识，同埋我哋若果即系将呢种意识摆咗喺我哋平时对待自己啊，喺生活上边嘅一啲细节上边嘅话，会对我哋嘅健康有好大嘅正面嘅影响，系咪咁样？冇错，最后嗰个好高知识但系冇乜意识咧，暂时嚟讲系 AI 咯，系嘛？AI 是真的很多知道很多样东西的，但它只可以知道之前那些东西，它可以找回所有人类整了的东西出来，但它不可以告诉你将来会变成怎样，因为它不懂得变新东西出来。我们要医好自己，我们要懂得变通，我们懂得想，我们提高我们的意识，我们其实对自己会好了很多，包括对其他人。嗯，所以是啦，现在 AI 还未做到可以提升意识咁巴闭啊不知以后会不会，但是他们竟然是一个训练的模型，哇，手指又经过训练，他们真的会越来越精都未定啊。但目前来讲，我们人类都还是靠紧知识储备啊，嚟到提升我哋嘅一啲专业操守、专业嘅水准啊。不过，赵博士，你话如果意识同埋知识，我哋边一种行先啊？边种占据主导先至系一种啱嘅方式啊？如果我自己个人，呢个系一个好深嘅辩论题，冇错，冇可能而家剩翻嗰一分钟讲得到。但系我就今日发现咧几好嘅，因为我可以第一同你倾到偈，因为好多时都系我抌好多知识出去啦，咁但系意识咧今日就可以帮到我哋去倾啲唔同嘅嘢，所以意识系对我嚟讲系我会摆意识行先嘅。嗯，同意，我都系咁样，因为我觉得可能一意识呢家嘢可能真系有啲系喺由细到大嘅一啲养成嘅习惯，或者系天赋，或者系为人处事当中嘅，佢未必系需要有个先生坐低落嚟教书咁样教你，你先会识。有好多可能系我哋 DNA 里面，或者我哋血液当中，甚至一个民族嘅习惯就会咁样嘅，系嘛？系啊，冇错冇错。嗯，好，唔该晒赵博士。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辛苦晒你。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会。你而家仲喺东岸啦，定还是翻咗嚟加州啊？我就快去 Montana， 呢个系下个礼拜都仲喺新泽西，但系之后嗰个礼拜就一定喺 Montana。希望到嗰阵时系大家可以接收到，然后可以做到呢个访问啦。咦，咁嗰边而家都已经系红叶片山，然后上呢个上红叶嘅好时机咯。Montana 就会好似叶都落晒啦，已经开始已经落咗几次雪噶啦。佢嗰边同我讲就跟住真系好似雪山飞狐咁，食啲野生动物啊，提升自己的阳气啊，即好多呢啲嘢咧。我到期时会带我的朋友由十三号至到我自己个人13号至22号喺嗰度。O K， 系啦，好，冇错。咁啊，祝赵博士顺顺利利啦。O K， 多谢你，多谢你，再见，下个星期见，拜拜。好，拜。